今天五三九我们所报的就是三中一碰尾数，因为今天我们是目的就是要中奖，除了报六支牌，我们今天要用六支牌去凹三星，快到了月底，希望这个月底前我们中个三星，用二二二啊，我们今天用六支财柱啊，还有就是三支中一支碰个尾数，三支碰个尾数啊，我们但是呢本钱都差不了多少啊，整边大概三只碰一个尾数的本钱啊，是大概约大概90块钱，0.1是90块。我们今天是三只碰个尾数，0.1是90块。我们目的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啊。今天的比例三中一是1:5的比例，六只牌的比例呢有中两星1:3，那中三星那就不得了，中三星那我们目的要中三星啊，就是有74000啊。我们是用这种方法，用凹的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凹，今天是新的一期，今天不凹牌是新的一期，啊，因为昨天有中了，我们今天就不凹牌。